在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辛苦的团员。首先是团长可安贝斯手，再来呢是我们的鼓手 Baron， 大家给他个掌声。好，那接下来另外两个乐手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Keyboard 手 Tim，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吉他手 Fabio，最后就是我坏特，坏人的坏，特别的特。那接下来最后是一首歌，这一首歌你们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我要先示范一次哦，示范啦。简单吗？三个字 say I say 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绕啊绕，对，台语的绕啊绕的意思。那个时候是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哦，我觉得每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到医院，晚上7点下班出来医院，就现在生活好像就在笼子里绕啊绕绕绕的感觉。不知道是说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了吗？然后我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我在休学的那时候认识的制作人，就是我的制作人 Power， 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聊起天来。然后他就说，哎，你的那首歌我好像以前有听过，你要不要做做看？我说好啊。所以我医院下班的时候我就去录音，然后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现在站到这里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只要你觉得有一点点的在困惑，在烦恼什么，觉得忧郁，觉得好像在一个圈子里绕绕绕不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你要相信你自己，这是真的，这个是在提醒你可以做一点其他事情咯，不是只有这样咯。你来到这个地球，你的灵魂不是只有要你做现在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可以绕出去，不要在笼子里 say 啊 say 好吗？那现在跟我一起唱哦。我 say 啊 say 想要回去，我 say try to make them love me， 我 say 啊 say 不知道要去哪里，总有人找，怀念每个好梦，每个白发。我 say yes，
still asshole. You look happy, but you don't. You don't tell the truth, cause they don't wanna know. Fake smiles, white lies, and dead eyes. The shady things that annoy you from my heart. Well, you check that the fun of what when you do your way, John. Show when you find swords on your chest. When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ou buy.谢谢大家。